不光是冲着别人，更重要的是要安自己的心，胜亦不乐，败亦心安呐、啊。能不刺而制刺，能不战而能破，是解决江湖争端的最佳手段。10年内，江湖上必定风云骤变。刺杀这样的事情啊，往往是局中有局。您认为我们会成功吗？一切都不会在你预料之中。按照离恨谷的规矩，他们一定会找上来的。看来今日要死命一搏了。你可知道，这个孩子可是一直把你当作杀他全家的成员。他是想做一统刺客的大赢家。所谓报仇一离恨，要灭恨先得离仇。后啊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。